去进行我的恶魔2.0。今天是三傻当中的二傻已经被我召集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由不得他们了。什么人？怎么样？感想如何？好。被抓出门了吗？就是感觉吧，水气腾腾，出门第一下，水气就已经来了。上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下大雨。可笑的天气。傻人，过年都喜庆，连行李都有红色。因为我本命年，因为我是本命年小猪猪。后面那个男的白了你一眼。什么？后面那个男的白了你一眼。因为我是本命年小猪。我要冰的，我要冰的。这个像个律师事务所的。先把您咨询一下。你有纠纷吗，阿姨？吸管。你这个是我的 vlog 还是你的 vlog？ 你盯着我死了。你也来了。来吃面了。看到那个，那我这才有真实的声音。你有口痰在那个喉咙里面吐出来，说不定。你这个是鸡蛋还是血鸭蛋？应该是鸡蛋。溏心蛋啊，你不白吃啊？你封掉里面是个溏心蛋。哦，我过年老要在家里吐吧，就是在搞点咸蛋黄吃。我的妈呀！给大家表演一个，就是优雅吃面。我以为你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一口一碗面。怎么可能？我们。30岁的女人，不火你要说，我还没到30。我们两个人在竞争，谁过年胖的更多？结果比了半天，发了一下朋友圈，大 C 上了秤之后哭了一个小时。一只猪和美人，猪在喝什么？可乐，快乐肥宅水。这个水是什么东西喝的？你应该心里有点数。我是肥宅，肥宅。哎呦，这个车子，这个行李箱有必要这样塞吗？那个车底盘压得那么低，肯定后面坐的人很多又很胖。下不去，欺负幽默。这个车差点都飞到天上去了，因为坐的人特别瘦。我们这个车底盘低吗？不低啊。不低啊。来，陆导说一下我们的第一站。首先第一站先去那个我们住的地方，再是吃海鲜。一塌糊涂，一塌糊涂，一天世界。吃海鲜怎么了？来这个地方你不吃海鲜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变海鲜啊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乡村 MV 你是我的爱。现在我们要采购东西，很开心。现在就是来采购我们晚上自己要准备做点什么东西吃。然后现在你买了些什么？可乐。是个肥宅，晚上要做一点东西吃，可乐薯片。这是我的食材。然后人现在在巧克力这一栏里面，看。看一眼，巧克力好吃。哎呦，到方便面来了，一天世界。罗丁，快点来，过来过来。让我们来看一下陆婷为什么害怕。
蛇。这是蛇还是宝扇？哎呦！哦哦，可怜。昨天我们听到他不能来的消息，很沮丧，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。嗯，他的航班延误了，所以他转机没法转过来了。嗯，但是还好他今天重新又来了。哇，这个海现在太漂亮了，还发光呢，在这里 bling bling。 哎呦，哎妈，这什么玩意儿。我们现在要去楼上。完成了，这也太羞耻了吧，这个东西。